前的地球充满着迷团和神秘，一个无边无际绵延不绝的大森林，耸立在高高的云层上面的白色巨峰，完全被冰封闭的死亡世界。现在这一刻还有些什么呢？森林啦、沙漠啦、极地啦、高山啦，还有深不见底的大海。人类已经去过地球每一个角落探索，即是说地球每一个地方是人类去不到的。但是我背负一点都不甘心，难道我这个地球完全没有一个好像迷一样的神秘地方留给我们的吗？关我什么事？你做什么发脾气？我们又不是要发你脾气的，只是有些事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在我们现在这个大的地球里面，应该不知道在哪里还会有很神秘的魔警，没人知道的。没错，我知道哆啦 A 梦一定可以找到这个魔警出来的。你说哆啦 A 梦？所以在今年的暑假里面，我们这么多个人一起去大冒险啦。我们一早已经决定要这样做的呢。好嘢啊，大雄，你听清楚了吗？你又是系咁啦，大雄，成日问都唔问过，我就应承人嘅。求下你啊，哆啦 A 梦，帮我搵个魔剑出嚟啊！唔系背后我仲出嚟打啊！我系未来嘅人，我重复一次，我系由未来嚟嘅人。你就帮我一次啦，哆啦 A 梦大明星。咁样做根本就嘥心机啊！成个地球每一个角落已经俾人哋探险晒噶啦。但系或者仲会有，咦？我哋试下搵或者搵到。就算你买错地都冇用嘅啦！你系都唔放弃喎！你快啲出翻嚟啊！我搵到一百亿啦！大雄你睇下，系我旧年谂住买豆沙包嗰阵唔见咗个一百亿啦！原来净喺呢度，等我搵咗咁耐添啊！好啦，我去买豆沙包食先啦。好似呢个一百亿咁，如果我哋唔放弃，反而彻底咁周围搵魔警嘅话，可能会俾我哋喺唔知咩地方搵到呢。始终都系唔放弃啊！三、二、一，私人卫星发射！这个人造卫星拍完地球的相之后会送回照片给我们看过，是的，会的。他送回照片回来了，这个卫星又拍得很清楚，我想一定会找到还有人未发现的魔警的。你真是天真啊！你知不知道如果要拍摄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到时会有多少万张照片？不是啊，应该是几百万张照片才对。你说几百万张？好像现在这样找的话，不知道要用几多日、几多个礼拜，甚至几多个月，还可能到了最后什么都找不到啊。你试都没试过，就不要在这里说这些东西。就算我一个人，我都要找给你看。你认真的？你真的这么怕胖虎不找不行吗？有些是怕他的，但是你不觉得很好玩的吗？我们找到个没人知的大魔警，而且还在里面探险，多厉害啊！我觉得这个将会是这个小孩里面最有价值的活动来的。好啦，既然大雄你这么有决心是都要找的，我就帮下你啦。真的哆啦 A 梦，我知道你怎么都会帮我的。首先要做的就是修正卫星的轨道，不要所有海洋和城市，我们要远离文明社会，一有这么远去这么远，只是在森林、高山地带、沙漠或者洞穴入面探索一下啦。咁嘅话，我哋将目标锁定喺非洲啦。简直系 good idea！ 好啦，个卫星而家由印度人入咗非洲嘅上空啦。当离开咗大西洋之后，纬度就会改变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校翻啱先得噶。好啦，而家开始影相啦。是森林来的，只在森林里面周围乱个盲，好无聊好闷啫。如果有目标感就会好啲啦。有冇仲未俾人发现嘅湖或者古代遗迹呢？好啦，我实会找到出嚟嘅。大雄啊，咩事啊？你可唔可以帮妈妈去买啲嘢啊？点解次次有嘢想做嗰阵，妈妈就叫我噶？
究竟发生咩事啊？睇下你成身都污糟邋遢啦！唔得啊！我屋企系唔可以养小动物噶。唔系啊，妈，你肚饿到连企都企唔到起身啊！虽然你真系好可怜，但系我真系冇办法帮到你啊！多谢晒，下次再嚟帮衬啦。唔该。唔好意思啊，我想买一包香肠啊。哦，我要最平嗰啲啊。狗仔，你一食咗佢啊，你就系好肚饿噶啦。虽然我而家俾香肠你食，但你唔好跟住我啊，跟住我都冇用噶。嗱，你应承咗噶啦。唔好意思啊，等我一阵啊。食啦。虽然你成身污糟邋遢，但系睇真啲，我谂你应该系一只名种狗啊。啊，弊啦，我唔可以再喺呢度嘥时间啊。我要快啲翻去调查非洲啊！拜拜啦，希望快啲有个好人带你翻屋企啦。犀利啊！影咗咁多幅啦，有咁多我哋点都睇唔切噶啦，所以我暂时停咗部机，等佢唔好再索上翻嚟。咁好啦，就等我一边睇一边调查下啦。啊，唔关我事啊，唔系我废啊。咪同你讲好咗嘅，话你就算跟住我都冇嘢食噶。你做咩无端端执只狗仔翻嚟呀？唔系我执佢翻嚟噶，系佢跟我翻屋企咋。今次点算啊？如果俾妈妈发现咗嘅话，大河、啊！收埋佢，千祈唔好出声啊！大河，我有嘢要问你，你一定要老实话我知。对唔住啊，系佢自己跟我翻嚟噶，唔关我事噶。你唔好讲埋啲我听唔明嘅嘢啦。妈妈有个咁上一大嘅手袋，你有冇见过啊？手袋？哎呀，真系俾你吓死啊！我又点会见过你个手袋啊？咁一定系喺银行翻屋企嗰阵跌咗啦。我啲身家性命财产全部喺晒个手袋入边噶。妈妈，你唔好搵啦，要顶住啊！我而家即刻帮你搵啊！你离开银行之后，边度都冇去，就即刻翻屋企。我究竟发生乜嘢事咧？系咪热得滞？我搵下搵下，咩都记唔到啊！佢跟住我哋啊！佢好似闻到啲乜嘢咁样喎？啲狗个鼻好犀利噶！不如我哋跟埋去睇下啦！嗰只狗仔喺边度嚟噶？嚟咗呢度噶？系啦，我而家谂翻起啦，因为热得好犀利，之后我嚟咗呢度食咗杯红豆冰。你就唔好啦，食红豆冰。我都系间唔中食下啫。之后你又突然间入咗巷仔，我又记得啦。我行到呢度嗰阵火烛噶，喺呢度企咗好多人喺度睇，逼下逼下咧，我就逼到失咗重心，最后就成个人跌咗喺呢度啦。好嘢啊！个手袋啦，我哋身家性命财产翻晒嚟啦，妈妈吓。其实我有啲嘢想同你商量下，呢只狗仔冇人理，真系好可怜噶。为咗报答佢帮你搵翻个手袋，不如带佢翻屋企啊。哎呀！就是你的新屋企啦。哇，好大啊！佢好似好中意呢间屋咁喎。大雄啊，我哋帮佢改个咩名好咧？帮佢改咩名好咧？又要叫佢做拍档啦。好啊。中
原谅干净晒啦。你睇下佢白雪雪噶。唔啊！我翻嚟啦。爸爸你翻嚟啦。你翻嚟啦。点解无端端会有只狗仔噶？由今日开始，佢会留喺我哋屋企度住噶。你好啊，我名叫柏高啊。唔得。虽然咁仲系残忍咗啲，你喺边度见到佢就带翻佢去边度啦。点解啊？点解、啊？你觉得妈妈会俾只狗留喺呢度咩？爸爸系、一只咁可怜嘅狗仔，你系咪谂住唔理佢？如果妈妈你觉得冇问题嘅，就留佢喺度啦。早唞啦。喺呢条河嘅上游，连猛兽都唔敢接近嘅大魔境入面，有一个喺古代嗰阵好繁荣嘅太阳同月亮之都喺度啊！好厉害耶！就算入去嘅路几咁困难同艰苦都好，我哋呢队咁出色嘅大熊探险队一定会齐心合力排除万难嘅。哎呀，咩嚟噶？河入面究竟有乜嘢喺度啊？大家唔好大意，一定要小心啊！你哋好，欢迎嚟到我哋嘅非洲平原。机械怪兽，呢个秘密地方气氛一流，满载开心刺激，大人同细路个个都玩得又开心又安全嘅冒险游乐场，欢迎嚟到非洲平原。大雄，你唔好呃我，呢度边度系神秘魔境啊？你咁大胆呃我哋，咪住先啊！我之前根本都唔知有呢个地方。你就要搞你啦！你这个世界根本没魔境。原来是发梦啊。但是想想下，我发这个梦都不是没意思的。可能这个世界上真的没什么魔境的。柏高不如我问下你点样谂啊？呢个世界上究竟有冇魔境啊？系呀，一定有嘅，一定有魔境。今晚我哋就一齐瞓啦，早唞啦。起身啦，食早餐啦，食早餐咯。柏高喺隔篱间房食早餐喎。我食早餐啦。爸爸，你嘅唔该晒啊，妈妈。大雄啊，睇下你食嘢食成点啊，一啲礼仪都冇。学下柏高，睇下佢系点样食嘢噶啦。你只狗仔真系食得好有礼仪啊！哆啦 A 梦，你块面有得烦啊！而家开始已经非洲热带雨林啦。热带雨林系咩嚟噶？一个成日落雨嘅森林喺非洲入面系有好多噶。唔知嗰度有冇猛兽噶啦？仲使问嘅，梗系有啦。真系犀利啊！系啦，哆啦 A 梦啊，净系影非洲嘅话，大约会有几多张相啊？一张相一般影到三平方千米咁大嘅地方嘅，我谂大概都会影到930万张相啦。大约930万张相。大雄啊，你要振作啲啊！跟住落嚟，我哋有好多嘢要做噶。妈妈，你快啲嚟睇下大雄啦！大雄啊，你点样啊？冇事啊嘛？我头先直情瞓着咗。我一定要快啲首先得啦，唔系圣诞假先去到噶啦。乜嘢都唔理，唔系好啲嘅咩？做咩咁多相嘅？
我记得之前明明禁停咗部机噶。啊，柏高？唔系啊嘛，原来柏高系嚟整蛊我哋啊！哎呀，啲相飞到四围都系啦。啊！你俾咩我睇啊？喺森林入边有个空地啊！等我放大同一个地点再睇下啦。系咪岩石嚟嘅咧？唔系，我话系人工整出嚟噶。喺而家呢个时候就要用六面相机啦。大雄啊，你攞起张相，然后向住我部相机啦，嚟啦。咁样？啱啦，继续攞住佢唔好喐啊。等我睇下先。石在森林入边，我哋去问下出木站啊，佢份人咩都知噶。差唔多食饭啦，一阵先啦。我都系第一次见到咁嘅石像咋，个石像喺非洲入边噶。地点喺非洲中部，就喺森林入边啦。个石像喺非洲嘅中部。啊，咁一定喺酷烟森林啦。啊，有个地方叫做酷烟森林。系咩地方嚟噶？它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中意吸烟的森林，位置就在非洲森林的中部，因为成日都会被云遮住，所以连卫星都拍不到它的样子。没错，是啦，我的卫星是不会有云和其他东西阻住影相的。出木叉，麻烦你啊。麻烦你啊。到了最后，到了最后终于找到魔镜啊。回去告诉其他人，听天一早就出发啦。好嘢，好嘢，找到魔镜啊。已经到齐晒啦！你戴嗰顶系咩帽嚟噶？戴咗呢顶帽去就有探险嘅气氛啦！我哋嚟咗啦！大雄，你咁屎碌毛唇噶？我对唔住啊！点解有只狗仔嘅？好得意啊！呢只狗仔叫做柏高啊！我喺呢度发现佢噶。柏高你好嘛？我叫静香啊。看来这只狗仔很聪明喎。你都觉得是啊，靓，好彩不似嘅个子啊，只。你讲咩话？探险队全体集合，排好队，然后报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你哋唔系净系得四个人啫咩？咁奇怪咁。但系头先我都听到有人报第五噶噃。啊？伴虎你又计错啦，加埋你，我哋咪有五个人咯。你又讲得啱，加埋我落去咪五个人咯。好啦，队员哆啦 A 梦，你而家讲解下今次我哋嘅行程啦。收到，随意门。哎呀，我哋今次嘅目的地咧就系最早有人类出现嘅地方啦。呢个地方就系非洲大陆啊。由远古开始，一个冇太阳照射有浓雾嘅深处。树立了一个很巨大的迷之石像。我想问下呢，那个地方是不是会找到很多宝物的？成日都说要找宝物，不要想那些无谓嘢啦。今次我们的目的是要有一个玩得又开心又刺激的大冒险啊。我觉得如果即刻去到目的地就没那么好玩的。那我们就由100公里之外行入去啦。目的地是在100公里之外。点啊？大家准备好探险未啊 ？I am ready。行得啦。当然冇问题啦。好啦，大冒险而家正式开始啦。哎呀，好重啊！哆啦 A 梦，都系无端端跌低噶。好重啊！犀利啊！哇！非洲啊！我哋今次嚟到真正嘅非洲森林啊！柏哥喺度叫我哋快啲去前面睇下。好啦，开始啦，我哋就由嗰边开始啦。探险队出发！好笑吗？
中意呢种花嘅。我卡片，系对帽子啊！啊，你个发型好潮啊！是不是已经走了上10公里了？我们走了应该连5公里都没有啊。明天还要走多95公里。在森林里面无论去到哪里都只是见到树。虽然明知事实这样也没办法。我为什么走那么久连一只猛兽都记不到的？我一点都不怕，一点都不觉得刺激啊。你们这帮人有太多不满意啊。你们看看柏高，咁耐佢一粒声都冇出过，唔该你哋学下佢啊！我唔记得咗件好重要嘅事啊！到你喺度唔见我随意门出嚟啦！你要随意门做乜嘢啊？我攞咗灵鸡蛋测验卷出嚟，一定要翻去收埋佢啊！完全俾你破坏晒探险嘅气氛啊！我好快就会翻嚟噶啦！哇，真系好彩啦，仲未俾妈妈发现啊！大雄你去边度啊？去非洲。吃晚饭之前一定要翻到嚟啊吓！佢话去非洲。好啦，大家听住啊，要专心日要向前行。你睇下大雄佢几得戚啊！今次弊啦，我今日有个高级法文讲座一定要去噶，但我唔记得咗啊！我好快会翻嚟噶啦。唔可以再系咁啊！唔该你哋班人攞个心出嚟探险啦。各位你哋好嘛，做紧咩啊？我搞掂晒而家归队啦。哆啦 A 梦啊，可唔可以攞随意门出嚟啊？啊！连只香你都要啊？咪住先啊，点解啊？由而家呢刻开始，唔可以再用随意门。但系因为你话你想去厕所。我从来都冇听过有人去探险，成日都话要翻屋企去厕所噶。你哋听住啊！由而家开始喺探险嗰阵，有边个话要翻屋企，我会即刻对嗰间唔客气。无论系乜嘢理由，都冇得倾啊！咪住一半苦，等阵先啊！有咩事啊？其实系咁嘅，你妈妈佢为咗咁样啊，佢好嬲咁叫我即刻翻到屋企。哆啦 A 梦啊，可唔可以攞到随意门出嚟俾我啊？喂，我从来冇听过有人探险嗰阵话要翻屋企见妈妈噶。有咩唔得啊？你哋好怪啦。我哋继续行啦。咁行法我开始觉得有啲闷啦。而家只系得柏高佢仲系咁有心情咋？不如我哋食完晏再行啊！好啊，好啊！但系我哋根本冇攞到饭盒嚟。呢层你交俾我得噶啦，有外卖电话嘛？可以用噶，如果你用呢个外卖电话，外卖到咯。咁又系，会破坏晒啲气氛噶。系咁就话好啦，植物改造逆运。好啦，大家你哋想食咩讲出嚟啦。我好想食鸡，我要食海鲜饭，我食拉面。好啦，等我睇下先啊，咖喱饭嘅改造要系边一支呢？啊，系呢支啦。好啦，就呢棵树呢。首先嚟开花，然后结果就系咁样咖喱饭。
翻一完成咗。嗱，呢嚿嘢点睇都唔似系咖喱饭啦。你打开佢睇下先啦。哇，真系有咖喱饭噶！准备。跟住我哋去一个有风景睇嘅地方慢慢食啦，随意云梯。一於在樹頂上面整個食堂啦，呀哈！跟住輪到植物改造翼兔，逐個上嚟啦！我係第一個。大爺，柏高上嚟啦，食飯啦！我諗柏高你都好肚餓噶啦。哇！嚟啦，唔好跌落去啊！哦，哇！犀利啊！呢個景真係好壯觀啊！咁快食飯啦！我觉得可以在森林里面吃饭真的一级享受啊，令伴虎的心情好翻晒，真的非常之好啊。得闲嗰阵都要咁做啊。你做乜嘢啊，柏高？发生咩事啦？在北面有一大堆好像白煙的東西啊。啊，那個就是我們要找的，就是我們要找那個紅葉森林啦。我整个人都觉得好兴奋啊，如果现在有猛兽出现的话，我觉得就真的好像去跟探险一样了。哆啦 A 梦，放啲猛兽出嚟啊！着件猛兽环都冇咁易啦。呼唤猛兽斗篷，呢件斗篷发出嘅光，唔止可以令到猛兽好嬲啊，仲会吸引佢哋走埋嚟袭击我哋添啊！你喺度吠乜嘢啊，柏高？唉，你系咁吠，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。哎呀，佢啱食咗我桃太郎饭团啫。耶！释放咗之后，佢好可爱啊。到我啦，我都好想骑下佢。唔好做埋啲多余嘢啦。其实我头先谂住亲手捉住只炮噶。又是这样的，他在这个时候都要认叻。我不是认叻啊，就好像现在这样想着大棍打落他度。我想着用尽全力一下打落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救命啊，快点来救我。哎呀，今次废了，就缩小电筒啦。不如今次给我试一下。妈妈咁系咪一啲都唔恐怖咧？而家成条蚯蚓咁啦！快啲将我变翻大啊！上嚟啦！点解又系我啊？用手枪！不如今次等我嚟啊！你放过我啦！真的好犀利啊！你真的好出色啊！伴虎呢？今次轮到超级手套，静香啊，不如等你嚟试下啦。唔知我做唔做到呢？
哋翻嚟啦！今日玩得好开心嘅，未试过好似今日咁刺激噶。咁先似去探险噶嘛？大雄你喺度讲乜嘢探险啊？乜嘢非洲森林、啊？我话一啲都唔好玩做真啊！我唔会再去啲乜嘢探险噶啦。但系咁、啊，巨神像嘅秘密仲未？你仲讲我用石头砌出嚟嘅神像？听住啊，以后唔好再提乜嘢探险乜嘢魔境，唔系到时我实唔会放过你哋噶。佢话唔玩就唔玩噶啦。我就冇乜所谓嘅，净系今日我都已经讲得好好反啦。系啊，你讲得冇错。乜嘢探险、啊、真系无聊啊！快啲起身，胖虎，你而家快啲起身。唔通我听错咗？巨神像，究竟发生紧乜嘢事？只系经过少少考验，就咁容易放弃，唔再去魔境探险，你咁都算系男子汉咩？但系我觉得又无聊又唔好玩，探险一啲都无聊。如果你唔去嘅，就系你嘅损失。你去嘅话，你一定可以找到最神秘的东西。最神秘的东西？去啦，这个勇敢的少年。记住啊，巴巴哥的宝座会一直在等你的。巨神像！巴巴哥。昨晚好像迷一样的巨神像在我间房出现，而那张藏宝图就是巨神像交给我的了。在非洲的巨神像啊，是用粗笔在张纸上面画的、啊、一点都信不过啊。你不是说以后都不再探险的咩？只是经过少少考验就这么容易说放弃，不再去魔境探险，你这样算是男子汉啊？不该你死 是这样的话就好了，或者今次可以解开巨神像的谜团啦。好啦，我哋继续做翻寻日嘅事，大家准备出发啦！哆啦 A 梦喺开始之前，呢啲法宝要全部收埋喺呢度。点解要咁啊？如果遇到咩事嗰只，我哋点算啊？净系靠晒呢啲嘢根本一啲用都冇，要靠就靠对手同勇气，渡过所有危险同难关。靠呢两样嘢。你睇下，柏哥喺度做紧我哋嘅响度啊！啊，又系喎，柏哥今次麻烦你啦。我哋离开人类嘅世界好远，坐喺呢艘咁古老嘅蒸汽船上边，我有一种好似好不安嘅感觉。而家呢种感觉真系唔可以用说话嚟形容啊！我觉得自己好似嗰个 Captain Cool 咁型仔耶。嚟啦，小夫，而家到我揸啦。揸船呢样嘢你就唔理嘅。揸船呢家嘢我胖虎就自省噶啦。我发现有一嚿大岩石喺前面。好啦，我而家要避开佢。究竟是边个做的？居然咁冇公德心在空地度乱抌垃圾，仲成道大门就咁抌喺度就算。唔使问，一定是住喺附近的人做的啦，匿晒大埔。做咩大叫嘅静香？快啲睇下嗰度，系鳄鱼啊！有好多条围住我哋啊！船上面不会有事的，睇住嚟啦，嘿嘿，我掟。
点啊，犀利啊你！冇得弹啊！简直一级投手半款。啊！而家边个揸住啊？点啊，小黑，睇嚟你已经冇晒企啦喎！而家我哋点算啊？唔通我哋就咁冇命？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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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爸爸哥，啊，遮下，啊系，卫星影翻嚟嗰张相，嗰晚喺我间房出现过噶，完全系一模一样嘅。照咁睇，我谂呢度嘅土人一定曾经见过爸爸哥，而且我相信巨神像一定就喺附近啫。错啦，我谂爸爸哥是咪唔得哩？佢话如果想见巴巴高神嘅话，一定要有三条命。要见就一定要有三条命。只要行出热带雨林，不出七七四十九日，就会见到牙之王，跟住就会喺嗰个地方冇命。而喺多洛谷又直又深嘅悬崖，加埋死灵之角，跟住会喺呢个地方度冇命。最后去到嗰个永远被龙门封闭嘅神之角，入侵咗嘅人就永远都翻唔到出嚟呀。即刻会在那里没了第三条命啊。原来是个咁恐怖的地方来的。不如我们回去吧。你们做什么啊？神你跟得那么紧要啊。我不会这么信怕这些东西的。即是说这个是我们一直找的大魔镜。竟然都好，我一定要见到巴瓦高再拿宝藏回家，这样跟他们说了。Capiro Capurumba, Elwem, Pavaco, Eladarumba.爆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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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佢做乜嘢啊？佢哋做咩咁嬲啊？佢哋话你哋
呢班唔怕得罪神明嘅外族人喺灾难降临我哋条村之前，唔该你哋快啲离开呢度啊！如果唔系咁话，就系咁样啦。以为俾佢哋救咗就咩事都冇，睇嚟我哋做咗一件好错嘅事。你咩声啊？啲气氛好恐怖啊！夜妈妈喺森林入边行系好危险噶，不如我哋喺度露营先啦。为咗唔俾猛兽入嚟，所以个入口就喺呢度上边啦。原来呢顶帽系秘密法宝嚟，果然系哆啦 A 梦有嘅喺度，唔使惊。唔知里面有冇浴缸嘅咧？呢度一共有五间房，每间都有一张床同埋一个独立厕所噶。即系冇浴缸俾我浸浴咯。我而家觉得好 hungry 啊！不如再做拉面果实出嚟咯。好啊，阿郑成。唔得噶，我哋唔可以出去外边噶，大家要忍到听日先至有得食噶。喺屋企嘅话就可以食到鳗鱼饭同冻冰冰嘅 ice cream 啦。以后我哋会变成点样噶？我都唔知啊。啲有用嘅法宝全部摆低晒，冇带嚟。点解会嚟咗个咁样嘅探险旅行噶？你估我好想搞成而家咁噶？我哋都冇人话系因为你先搞成而家咁。咁咪系咯？就算你哋冇讲出声，但系写晒喺块面度，最衰都系胖虎。唔系佢话要嚟就唔会搞成咁。系啊，冇错啊。今次我叫大家一齐嚟同我探险，话要收埋啲法宝嘅系我。仲有就系搞到艘船沉咗，俾班土人由村度赶出嚟，发生咁多事都系因为我一个人。由始至终我都是一个冇人喜欢令人讨厌的人。本府、你们说他那些究竟是什么态度啊？什么都他说了，他说什么就什么、无端端发这么大脾气。爬高来吧，我们一起睡觉吧。他走了去哪里？柏高，柏高，点算啊？我应该点做先至啱啊？如果照呢幅地图咁讲，喺呢个热带雨林嘅前面就系我哋因为嘅红衣森林啦。呢度大到望都望唔晒，跟住见到牙之王，然后连命都冇。讲咩啊？唔好讲咁多啦，我哋继续向前行啦。其实或者巨石像附近已经有人住喺度咧。如果我哋有命可以去到嗰度就话啫。有啲乜嘢事啊，柏高？啊！你哋快啲睇下嗰度啊！真系好犀利啊，系好大个象群啦、啊！真系俾班土人吓亲啊！原来牙狮王讲嘅就系大象，睇下啲大象真系好大只啊！你哋睇下嗰只象仔，睇下佢几得意。大家快点走啊！
啊！大雄，我看到柏高的样子跟巨神像一模一样的，听你这样说真的有点像，难道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的、他们两个怎会有关系，不如想想跟着怎做更好，在去到那个王国之前我们还会遇到两次危险，而且还有机会没命的，根本没有事可以做，现在只可以继续向前行，是这样静香你又怎么想、其实我最担心的是、不知道那个王国里面会不会有肉干给我浸肉呢，没有啊、虽然伴虎你这么久以来都粒声不出，但是我都很想听下你的想法呢、不理我，伴虎发生什么事啊，整个人不同晒的，整个人变得没晒心机感啊，奇奇怪怪，是个怎样的王国都好，可不可以快点到啊，火车缆索，在这里坐火车缆索简直破坏了整个气氛，虽然是破坏了气氛，但就可以好像火车那么快去到、哇，这个悬崖好深、我们一定会死灵之国没了条命的，一条命的，而家你唯有用呢个嘢落去谷底度啦，边一个第一个落去先啊？唔使嗌啦，我都系做最尾嗰个，不如俾小夫做第一个。唔好啊！第一呢个位都系大雄你嚟做啦。好烦啊！伴虎，伴虎真系一啲都唔惊，真系好大胆，好勇敢啊！全部收埋晒咯，等一阵先吓，或者可以用佢嘅，重力七友，任何地方游咗佢就会变成地下，例如墙壁天花板啊！如果一唔小心行去啲油外面，就会即刻跌落谷底。我觉得而家呢树仲高过东京铁塔啊！啱啱用晒啲油啦！呢度咁阴森，好恐怖啊！呢笪地方系真正嘅死灵之国啊！我哋都系快啲爬上对面嗰个悬崖啦！鸭仔喺度念紧咒语，系啲好奇怪嘅光同好恐怖嘅声。呢个地方真系有死灵噶！我唔惊你噶，犀利啊！系啊，全部俾伴虎打散晒啦！我哋嘅伴虎系最犀利、最勇敢，好似捉到一个死灵啊！呢一个死灵，佢原来系由好似好多蚊咁细嘅发光昆虫聚埋一齐嘅啫，真系俾佢吓亲啊！总之系咁就唔使惊啦。连那些死灵的声都一样的，即是全部都是用科学来解释的。哎呀呀呀，好热好热啊！小夫你没事吗？
冇事，我而家咩都明白晒。其实呢一带系火山嚟，所以周不时都会有啲蒸汽由地底嗰处喷出嚟，喷出嚟嘅蒸汽经过岩石啲窿产生震荡而发出声音，佢同吹低嘅原理系一样噶。原来系咁样嘅，小夫你好犀利啊！真系好精彩，我果然好有眼光，冇睇错你哋几个。其实我冇想过要吓你哋噶，我系应该早啲表明我嘅身份，同大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。佢嘢喺度啊！如果我一早同你哋讲，你哋都未必会相信我，所以宁愿等大家亲眼去确定，结果最后嚟到呢一度。八哥，我想知道你究竟系咩嚟噶？其实我就是巴巴高八八世个仔，我叫昆达高王子。咩话？你系王子？你是巴巴高八八世个仔？因为某些原因令我去了日本，不过多得咁多位，结果我就可以回嚟呢个地方。系咁，我哋见到嗰个巨神像，佢是我王国制造出嚟的巴巴高一世的石像，然后再由呢粒宝石反映出嚟。象征度好高，但系都有少少唔同。呢粒宝石系由皇家一代一代咁传落去，完全记录咗巨神像所有嘅一举一动啊！好犀利啊！佢哋嘅文明比人类仲深远同埋先进好多啊！咁即系话佢哋嘅王国系个好繁荣嘅地方啦、啊。真系好可惜，并唔系咁样啊！详细嘅情形，不如等我一边行一边讲。我哋而家都系快啲继续行。只得一条通道去到我的王国，就是这个地下洞窟。因为这条河流的水是会一直流去王国入面的湖的。就算到现在我都是不太相信有个属于狗的国家。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。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，我都不会相信原来是有一个属于人类的世界的。我知道在很多百年前曾经有一次地壳大变动，有一部分的地壳沉没了，结果令到我哋完全同外面嘅世界隔住。喺外面嘅世界，星星嘅祖先慢慢进化，最后变成而家嘅人类。但系喺我哋嘅世界入面，系由狗嘅祖先进化。已经冇路行啦。系啊，好似冇啦。哆啦 A 梦，你快啲谂个办法啦、啊。就算你叫我快啲谂办法都冇计噶。我谂到啦、可唔可以用呢样咧？逆行术。就好似你依向上游咁，佢要载我哋逆流而上噶，真系好厉害耶！阿哥，我哋而家系咪好开心啊？好快你就可以翻到去你嘅王国啦！可以翻去自己嘅王国，我梗系觉得开心啦。但系我翻到去仲要对付喺度等紧我嘅敌人。敌人？有光啊！我哋应该上到地面啦！呢部水车真的好大部啊！呢部水车除了会帮农作物加工之外，佢仲会用嚟运啲水入去皇宫入面噶。呢个地方嘅风景好靓啊！木鸡，发生咩事啊？系狗军队。有啲咩事啊？我头先听到嗰边有啲声。是不是你一时听错咋？唔好理啦，大家快啲行啦，行啦，得啦，我哋安全。头先嗰班，佢就系抢走我父王嘅皇位，大臣达布兰卡嘅部下。大臣达布兰卡，佢系一个阴险奸诈、我恨之入骨嘅敌人。而家呢个王国就系俾呢个达布兰卡控制住。系咁，我哋而家要去边啊？我哋去紧布鲁斯官邸。这位布鲁斯是我父王的亲卫队队长，他是这个王国里面最可以信赖的一个男人来的。
我只是咳跌落地下咋。布老师，喂，布老师，点解呢度搞成咁噶？我谂呢度已经一个人都冇噶啦。我谂佢应该已经被啲军队捉走咗啦。唔知道布老师佢究竟喺边度，同埋系咪安全呢？系咪冇第二个可以俾我哋去投靠啦？喺咁嘅情形，相信唔会再有人敢企喺我呢边。柏高啊，点解件事会搞成而家咁样嘅？大约喺五千年前，呢个王国佢嘅文明比起而家仲要先进同埋发达。我哋嘅祖先用丰富嘅科学知识，发明出可以用火推动嘅船同埋车，同一啲冇嘢可以抵挡嘅武器。但系我哋贤明嘅巴瓦高一世，明白发明出咁嘅武器将会令到呢个世界灭亡，决定禁止研究武器，然后再封印晒所有记录。就系咁嘅原因，建造咗巨神像，令佢成为守护王国嘅神。经过五千年嘅时间，虽然我哋嘅科学知识衰退咗，但仍然守护到呢个王国嘅和平。有一日，父王嘅大臣达布兰卡，佢露出咗佢嘅本性，要抢走父王嘅王位。佢令到古代武器再次复活，计划要侵略外面嘅世界，成为最后嘅统治者。就系呢样，冇错啊！就系呢样。真系好精彩啊！呢啲就系一直被封印几千年嘅古代武器嘅记录嚟。系咁，整个世界就会属于我噶。嗰一日就系我同碧雅娜公主婚礼嘅前一日。边只手我？唔该你啊。我哋呢个王国将会由我嚟守护，而且仲有你嘅一切都系一样。希望呢度嘅和平日子可以永永远远咁样继续落去。王子，你殿下，公主，你留喺度等我。落雨，困达哥王子，有咩事啊？史立沙，弊啦，王子殿下，今次大件事啦，请听我讲，大王佢吓，父王。父王，父王你点啊？应下我啦！我哋发现喺呢只杯上边有俾人曾经落毒嘅痕迹嘅。我记得呢只杯其实系之前王子你送俾皇上嘅其中一份礼物啊。吓！呢一个根本就系一个阴谋。你话阴谋？咁究竟会系啲乜嘢阴谋啊？咁得闲谂呢啲嘢，不如担心下自己会有乜嘢下场仲好啦。捉住呢个谋朝篡位嘅犯人。就是这样，我被地下水卷住冲了出去，之后就去到人类世界。我不知道可以去哪，结果上了一艘停在海港的船。那一艘船是专门由美国运货到日本的。我一直都找机会回去，在我荡失路那阵时，大雄他出现还给我吃。如果一日不打低达布兰卡的话，我们这个王国就不会有未来。那么多位，我现在有一个很无理的请求，求下你们帮下我借些力量给我。求下你们。柏高啊。喂，你不要讲笑了。我们明明是来这里找宝藏的嘛，为什么无端端拿这些东西上身？我不理有没有路回家都好，我都要回家。
咪走啊，细路！仲想走？好嘢啊！我今次就捉到你啦！睇你今次仲走得去边？好卑鄙啊！喺度两个虾一个，有本事就堂堂正正决斗啦！佢话我哋好卑鄙喎！话你知啊，我哋两个一啲都唔卑鄙啊！哇！好痛啊！你居然咁大胆咬落我个鼻道，我今次点都唔会放过你啊！停手啊！你咁惊系咩人？我系唔会原谅连细路仔都吓到衰人，居然喺度咁多事！好啊，我绝对唔会放过你啊！我认输啦！唔系嘛？唔通你就系鬼啊？我有鬼啊！你走啊！走走都好未过。大哥，睇唔出你咁犀利。但系我谂佢哋已经发现咗我嘅身份啦。我个名叫做小宝，我知道我偷佢哋嘅饭盒系我唔啱先嘅，但系我已经好多日冇食嘢啦。系咁，你嘅爸爸妈妈喺边度啊？俾佢哋班人捉咗去，条村嘅人都俾佢哋捉晒。你话全部俾佢哋捉晒？本来好地地，无端端嚟咗好多军人。妈妈，你宝宝同维维食得唔得噶？啱啱咪喂咗佢哋咯。我知佢哋仲想食嘅。小宝，算啦，你由得佢啦。我知啦，你哋自己食啦。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唔该，你同我解释清楚啊！而家呢个系达布兰卡大人嘅命令，由今日开始，你哋要接受成为兵器制造员嘅新任务。哇！点可以咁硬嚟噶？啲田仲有所有牲畜，由边个嚟打你啊？快啲带佢哋走！啊！你想做乜嘢啊？放手啊！仲有你吓到爸爸妈妈啊！多谢晒你，小宝，小宝，行快两步啦！所以唔理点都好，我一定要救我嘅爸爸同妈妈。你睇下，我连剑都做埋噶啦。小宝，可唔可以俾我睇下？打剑做得好好啊！真系嘅。阿高，不如俾我哋几个一齐帮手啊！大雄，你讲真噶？佢梗系讲真啦，我觉得我哋咁多个，一人出一分力，再集合起嚟，一定帮到手噶。哼！得啦，唔使讲啦，我知啦，我都一齐帮手啦。多谢你哋，真系好多谢你哋。既然大家都决定咗，而家倾下个作战计划啦。好，件事真系做得好出色啊，高斯博士。系大人英明嘅领导啫。就算外面嘅世界有啲乜嘢敌人都好，我哋一啲都唔使惊。呢层当然啦，达布兰卡大人，我哋已经揾晒成个王国所有嘅人嚟呢度，日日夜夜唔停咁做几千步甚至几万步出嚟。达布兰卡大人成为呢个世界嘅统治者，相信一定唔系好耐嘅事。达布兰卡大人，今次大件事啦，大人。咩话？你话你见到王子？你两个蠢材，王子跌咗落好深嘅湖底，冇可能翻到上嚟嘅。唔系啊，大人，我哋面对面望住佢噶。唔止咁啊，仲有五只好奇怪嘅动物同佢喺埋一齐，睇落就好似马骝着住衫咁样。佢哋入边仲有一只狸猫添啊！咁样唔通系同巴巴高一世嘅预言？但系数目有啲唔啱。我唔理佢哋系乜嘢嚟都好，唔理乜嘢奇怪生物，全部同我捉晒翻嚟。达布兰卡大人，如果佢哋见到嗰个系真嘅王子，咁佢就系一个用剑嘅高手。咁嘅话，系咪应该派沙比队长去捉佢呢？快啲去！
细路，你架马车装住乜嘢？系，全部都系攞去市场卖嘅蔬菜。系咁，检查应该冇问题啦。吓，系。沙比队长，我哋完全发现唔到任何可疑嘅生物啊，净系发现我手上呢啲嘢咋？细路，搞到乱晒，唔好意思。呢几嚿嘢啲味真系奇怪。王子，而家安全啦。头先真系好危险，佢哋果然系四周围揾紧我。我哋今次饮晒全部嘅变身饮品啦，周围揾清楚，冇睇漏啊！果然系困难高王子，呢件事越嚟越好玩。传言是真的，布鲁斯被人困在这座城堡最底的层里面。今次用这件法宝通过云，你们要小心一点。哆啦 A 梦大人真的有很多神奇的法宝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的。不要说那么多了，快点进去吧。哎呀，点解我哋两个嚟呢度看住？喂，呢边啊，我觉得呢度好唔舒服噶。有边度嘅监狱会令人舒服噶？布鲁斯，布鲁斯，睇下，系我啊，布鲁斯。呢把声，仲呢阵味，你啊，王子殿下，我系咪喺度发紧梦啊？有咩留翻就先讲啦，最紧要快啲离开呢度啊！咪边行边打暗路啦，布鲁斯，快啲啦，别再打劫啦！唔得，有人走咗啊！俾我哋见到，快啲啦！哎呀，今次咪啦，王子。救到布鲁斯啦，而且大家都冇事。哎呀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！贤明嘅巴瓦高一世大人，请你听我诚心嘅祷告。而家我哋呢个王国被坏人控制，喺黑暗嘅迷雾入面又惊又彷徨。求下你，求下你指引我哋呢个王国一条光明嘅道路。大家帮我喺度啦！吓，前方兵力翻嚟，嗰边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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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玩，我入边有冇？我喺嗰边。系唔系发生咗啲乜嘢事咧？公主，唔可以敲门噶。唔使啦，多路。公主殿下，今次大件事啦！听讲王子佢，听讲王子佢安全冇事，仲翻咗嚟添啊！你话王子，王子真系安全翻出嚟啊！我早就知道王子唔会有事噶啦，个个话佢跌咗落湖唔会有命翻嚟，但我点都唔信。真系好啊，佢终于都平安冇事翻嚟啦。令公主殿下空欢喜一场，真系唔好意思。我好快就会捉到嗰个无牌王子同佢嗰班不知名嘅同党，当然佢哋会接受最高惩罚就系死刑。你都是快点忘记王子的事，专心一意成为我的妃子，到时实会锡晒你。怎么可以这么无礼的？王子殿下是不会这么容易就被你这个人捉到的。他一定会团结国民，集合所有人的力量，拯救我们这个王国。真的会这样吗？是这样的话，看来不被你亲眼见到你都不会心息。天光之前就等我拿那样东西给你看，那样东西就是王子的头。
王子，你一定不可以有事的。喂喂喂，你出嚟揾下，去嗰边揾下，揾清楚。呢边冇啊！听住，任何奇怪嘅嘢一定唔可以放过。每个角落甚至每一条厂，大家都要仔细咁搜。你哋快啲围埋嚟听住。我哋收到消息话冒牌王子同几个怪物就喺村入面。大家睇清楚啦吓，系四只猩猩同一只狸猫。边个够胆收埋佢哋，最接受死刑？边个知佢哋匿埋喺边，就有一年骨头嘅份量做奖品。一年骨头嘅份量啊！好热啊，仲黐埋嚟。咁嘅，冇晒人嘅。切，睇嚟啲人都唔系好中意戴布兰卡大人喎。喂，我哋系咪唔使留喺度睇住都得噶？你都傻嘅，如果俾我哋揾到，一定升职加薪啦。布爹，你真系好醒啊！我决定呢世都跟住你啊！咦，你而家话边个系狸猫啊？边个系啊？你咁啊，好易俾人发现噶。即系佢哋未见过猫，唔知猫系点噶啦。话我狸猫，我点都唔服气噶啦。王子殿下，佢哋几位究竟系乜嘢嚟噶？佢哋系由外面世界嚟到，系我嘅勇敢同伴啊！啊，你话咩话？系由外面世界嚟嘅，即系你咁样神秘游啊！原来包瓦高一世嘅预言系真嘅，冇呃人噶。乜嘢包瓦高一世嘅预言啦、啊？一直喺皇族流传，系个好古老嘅预言。当国家陷入混乱，就会有十个外国人嚟到，一齐喐动巨神之心。你话会有十个外国人嚟到，系唔系讲紧我哋呀、啊？但系我哋只系得五个人啫喎，唔知其余五个人会由边度嚟咧？边度仲会有人走嚟呢树啊？预言话会一齐喐动巨神之心，究竟系乜嘢呢？我都唔知道啊，但系我净系知道，其实那个巨神像入边系空心嘅，如果入去嘅话，或者可以发现到啲乜嘢嘅。系咁，今次唯有试一次。我好肚饿啊！我个肚饿到打晒鼓啦！讲开又讲啦，我哋都好耐冇食过嘢落肚啦。睇下我有咩办法啦！预知诺言机，向佢作出承诺嘅话，咁任何想要嘅嘢就会出现噶啦。好啦，等我试下佢先吓，我一定会应承你噶。我知道听日一定会有饭食嘅，而家俾我食到饱到唔喐得啦。咁嘅，我闻到啲好香嘅味道啊！我觉得而家成口都系好香好好味嘅味道啊！系啊，好好味啊！好嘢啊！我食到个肚胀鼓鼓喐唔到啊！真系好神奇啊！而且唔止咁样添啊，今日仲可以食埋听日嗰份添噶。哆啦 A 梦，可唔可以借呢个法宝俾我？仲未饱，仲想食噶？我食饱噶啦，我一定会应承你，因为唔使几耐我就可以去浸浴。唔该你而家帮我冲凉洗发白啊！成个人舒服晒。好啦，各位早唞啦。我试试先。杜老师，公主佢，冰雅兰公主佢冇事啊嘛。佢而家被困喺皇宫入边出唔到嚟，不过冇事嘅。为咗皇国嘅未来，公主不分昼夜都诚心祷告，希望得到神明庇佑。阿公，你做咩走上去啊？俾人发现咁点算啊？啊，系大雄，对唔住啊，我瞓嚟瞓去点都瞓唔着。我一瞓落床，唔使三秒就瞓到成只猪咁啦。系啦，大雄啊，话我知啊，其实我有冇资格成为呢个王国嘅统治者啊？因为冇一样嘢我系可以守护到，我父王，仲有碧雅娜公主，同埋小宝嘅爸爸妈妈。而家嘅人民每一个都咁痛苦，而我净系可以依照住一个古老嘅预言去做，就连我都觉得自己好冇用。我觉得你好叻就真啦。吓、话你知啊，我份人一向净系识得顾住自己嘅嘢，次次测验都攞零鸡蛋，打棒球又好鬼渣，
成日激嬲周围啲人，咩都唔识做。我啊，不过咧，我都试过一千零一次测验攞一百分噶，嗰次成个人开心到癫咗咁滞啊！但系我同边个讲都冇人信我啊。跟住有一次，我仲自己打咗个全女打添啊！我眯埋眼，出尽力打落去，咁就打中咗个波啦！我当时唔信噶，成个人呆咗企喺度，连跑都唔识跑啊！对唔住啊，大雄，我见你讲得咁投入，忍唔住笑咗出嚟添。系咩？我讲埋啲咁傻嘅嘢吓亲你咧。讲到最尾，其实我想同你讲嘅嘢系，阿哥。吓，接住咧！我好想同你讲嘅嘢就系，我知道你将来实会成为一个好嘅国王。我出动晒全部嘅士兵，佢哋连一个都捉唔到翻嚟。无论佢哋飞上天定转落地，佢哋都走唔出我嘅手指啦。你收声啊！唔系妖魔鬼怪，点解捉唔到啊？大人请息怒，听我讲几句。我谂嗰班人一定会趁夜妈妈冇咁容易俾人发觉，然后偷偷地潜入巨神像入边。点解你觉得佢哋一定会咁样做？因为喺王族入边一直流传一个古老嘅语言。当国家陷入混乱，就会有十个外国人嚟到，一齐喐动巨神之心。咁多位，好快就会去到巨神像嘅神殿啦。估唔到我哋会咁顺利啊！我谂佢哋已经放弃揾我哋咧。我觉得正过头，究竟嗰班士兵去咗边度咧？唔通佢哋去咗？神像嘅路上面完全冇士兵追嚟，布鲁斯你要小心啊，唔好有事。睇下，巨神像已经喺我哋眼前啦！嗰啲系，嗰啲就系会喷火嘅战车，达布兰卡佢居然可以完成古代嘅武器。各位，快啲跑入森林啊！巫牌王子同埋佢嗰班同伴，听住，呢个森林已经俾我哋包围晒啦。投降行翻出嚟嘅，我就手下留情。重复一次，投降行翻出嚟，我就会手下留情。唔好信佢啊！只要一行出去，到时我哋个个都会冇命。嘿嘿，就算匿埋都冇用噶啦，行动啦！去。咁嘅情形，似乎都已经知道系边个赢。为咗我一个，搞到而家咁嘅情形，我真系好过意唔去。向住森林嘅南面一直行，会有个湖，你哋就由嗰度翻出去啦。我会喺呢度引开敌人嘅注意。咩话？唔得噶，唔可以咁做噶。你会俾佢哋捉住噶。到咗呢一刻，
我绝对不可以令你们这一班外国人卷入这场战争。小宝，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。王子殿下，是这样不如柏谷你都跟我们一起走吧，我们一起在人类的世界生活吧。想深一层这个提议的确是很开心很幸福的事，但是我身为王子不可以逃避，不理人民走了去。那么多位，你们保重。我都柏谷自己一个做了些什么啊？我决定跟他一起去。你在说什么叛徒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没命？你好烦啊，再不走的话很快就会变烧猪的了。好啊，你喜欢怎样就怎样。叛徒，你一定要回来啊。今次叛徒真的很勇敢，我觉得他变得很有责任感啊。你看看叛徒现在的背影是多么有决心啊。遠くを君は眺めてる。どんな昨日が君にあったのかも、何を思ったのかも、僕にはわからないけれど、抱えきれない荷物はほら僕が持つから、ずっと友達でいたいよ、何の約束もいらないだろう、君の友達でいたいよ、怎会这样的，到最后我们都在一起。讲得很啱啊，我们要在一起，就算发生什么事都好，我们这么多个永远都要在一起。好啦，我们就一起去啦，勇敢去探险队出发。他们终于来了。王子殿下真的很犀利，这么有大将之风值得一赞。是不是可以捉他们了？这么久都还没搞定，快点在这里结束这件事。为了可以接近到巨神像，大家一于尽全力跑过去吧。我们其中一个可以入到巨神像里面就得了。在那个预言里面讲的，另外那五个外国人始终没有出现。啊，什么预言？怎么会这么准啊？我知道点解咁啦，我一定会应承噶。军队做好准备，无论点都好，所以一定要捉住佢哋。你仔啊！唔得，我哋就系喺上边嗰几个，系嗰个预言讲嘅十个外国人。等咗好耐咧，而家嚟咗你一班我哋啊！迟啲先再吓一跳啦，而家走入巨神像入边啦！讲翻事俾你而家我哋啦。心の中いつもいつも描いてる描いてる、夢を乗せた自分だけの世界地図、空を飛んで時を越えて遠い国に
边入去啊？点解你知嗰度有个入口嘅？快啲用粒宝石嘅光照喺呢一度啦！几有次你们快点过来，不可以被他们接近鬼神之心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鬼神族的心。在这里。不是啊，不是这里，这里只不过是宝物室来的。宝物室啊，没兴趣。快点下去。不要走啊，等我。快到啦！快啲救我！你走啊！呢度系咩地方嚟噶？巨神像个心就喺楼梯顶上边嗰间房度啊！好啦，快啲上去啦！大力哥！我已经好忙噶啦，仲猛咁叫我！神天殿光源！你就利用距离打败班士兵啦！睇嚟你想同我打过咁喎，睇唔出原来你都识得用剑，系咁我哋决斗啦！就系呢间房啦！这块雕刻成心形的大石头就是巨神像的心理了，要做的事就是推动这块大石头。好了，等我来啦。好像扭螺丝咁扭佢啦。你真的很犀利啊，什么事都知道的。快点啊！只系五个啊，十个细路仔嚟啫，你班蠢材快啲同我收拾佢哋！我哋系咩嚟噶？头先喷过嘅军枪，你哋冇事啊嘛？冇事啊！咁样推系冇用噶，我哋要同一时间一齐用力推。咁好啦，你哋就听我嘅指挥啦，准备。点都唔可以放弃噶，你一定要相信你嘅同伴。点都唔可以放弃，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。唔好提醒我呢个本虎啊！细路你好嘢，
梳比队长俾个细路打低咗啊！哇！队长上个身而家终于俾我哋推喐咗啦！撞到个头好痛、啊，你哋快啲过嚟睇下。石像居然可以好像急公仔咁周身啲喐，但系咩原理咧？咩原理都好啦，快啲打低佢哋啊！你哋成班人好似化石咁企喺度做乜嘢啊？仲唔即刻准备发射远效炮？系。所有炸弹落去，就趁呢个时候我哋再追击咧！快啲起身啊！有人会烧噶，起身啊！起身啊！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拯救我哋呢个王国。咁嘅，佢居然仲可以企翻起身嘅，咁蚀底啦！快啲将艘船驶去另一边啦！博士，达布兰卡而家究竟喺边度？哼，你捉唔到佢嘅，佢已经走咗去好远嘅皇宫啦。好远嘅皇宫？吓、啊，碧亚娜公主有危险啊！碧亚娜公主同我一齐有咁远走咁远啦。如果你再行埋嚟嘅话，我即刻跳落去。居然咁大胆唔听我说话！达布兰卡，你快啲出嚟啊！啊咁样嘅，点解会变成咁啊？系我话俾大家知，王子喺度战斗
全部人绝对不会放过你这个水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等我们一起保命吧。神长，冰雅娜公主，王子殿下，我曾经发过誓，一定要守护你，我冇做到。唔系啊，你有遵守你嘅誓言，你一直守护我。唔系嘅话，我而家就唔可以揽住你啦。冰雅娜公主，真的好浪漫啊！嗯，哦，是巨神像。神皇后万岁！神国王万岁！大王古国王万岁！你哋系边个啊？点解会嚟帮我哋嘅？我哋几个就系坐时光机由未来嚟嘅你哋啊！佢哋明唔明噶？系因为我喺嗰个时候用咗预知乐园机，如果可以冇事翻屋企嘅话，我哋一定会带埋法宝一齐翻去过去帮翻自己打低所有敌人。唔怪得之会咁啦！原来成件事系咁嘅。你要记住，翻到一定要遵守乐园啊！我哋一定会嘅。啱啱整好嘅全身随意换啦，真系好啊！唔该晒你啊！我哋走啦，我哋要加油啊，知道吗？虽然终于都明白点解会有十个外国人，但系我始终都觉得好难理解。哇！唔知呢啲菜式啱唔啱大家嘅口味咧？千祈唔好客气啊，食多啲啊！系咁，我唔客气啦。一节课要食咁多嘢，又好似辛苦咗少少嘅。我帮你食埋佢啦。一月俾心机食晒佢啊！因为我哋之前应承咗啊。呢度仲有啊，仲有呢度啊。点解要我哋洗碗啊？我最憎就系洗碗噶啦。我以后都唔会再跟住你噶啦。咁样噶，其实我之前都应承咗一件事噶。你想浸浴啊嘛？我一早已经帮你准备好啦。哇，个浴缸好大啊，喺度游水都得啊。我会帮小姐搽番碱，我会帮小姐洗头，我帮小姐冲凉，我帮小姐按摩，我喷香水，我负责审索身份。我自己一个得噶啦。咁多位，我今次真系好多谢你哋啊！你哋咁多位嘅大名，一定会同呢个王国嘅历史一齐永远咁样流传落去嘅。我为咗感激你哋，呢啲巴哇高宝石，请你哋收咗佢啊！哇！我哋并唔系为咗呢啲宝石先咁努力战斗嘅。请你用呢啲宝石嚟做重建呢个王国嘅资金啦。塔高，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好国王啊！系，大雄你都要好好保重，万事小心啊！点可以咁样噶？冇事嘅，唔紧要。如果你觉得肚饿嘅，几时都可以嚟揾我噶。我哋会买定好多香肠，随时等你嚟食噶。我知啦，到时我一定会嚟噶，我一定会去揾你噶。我哋真系去咗大冒险啊！呢个暑假系过得最开心噶。
我哋几个大个咗之后会唔会再有啲咁嘅大冒险呢？但系呢个大冒险仲未完噶。系，我哋之前答应承咗嘅事到而家仲未做噶。我哋又要外国。提起精神啦，小夫，我哋今次翻去救翻我哋自己，你居然咁多怨言。我冇啊。等我攞翻啲秘密法宝出嚟先。而家去我间房坐时光机啦。翻去话俾佢哋听巨神掌嘅秘密啦。